在害怕的时候，就连快乐都能提醒自己的伤痛。当充满勇气的时候，忧伤却可以是一种调味品。脆弱的时候，需要一双手，一股毫不怀疑的力量来带领你继续走。这首歌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，希望大家听了都能感到开心幸福哦。